49分，今天是礼拜五，刚刚我们听了一些比较轻快的、比较简单的作品之后呢，毕竟是周末的来临，所以当然要听一些这个顺序的，来听一些电音的，然后有 power， 然后有热血的，可以鼓动的，可以律动的作品。刚刚听到 Thrift Shop 来自 Macklemore and Ryan Lewis， 其实这次在美国也拿下了冠军的宝座。但是这首歌曲倒是在夜店，跟你说实在话，我不是靠夜店的人。但是这首歌主要是听到他的副歌，就知道对了，这一定就是夜店的国歌，来自于克里斯小子 Chris Brown 的 Yeah Yeah Yeah。